多，是加了咸鱼。嘉宾哦，对，我们王俊出道的时候是一位作家，他们是才女，对，是才女，还会唱歌，好漂亮啊！这么一个好戏呢，而且之后听说还有新作品要出来喽，王俊这边请。王俊，你知道最有一些新作品会去跟大家说一下？是的，明年就会有悲伤更悲伤的故事，然后前阵子才刚杀青的《中梦导演的瀑布》。哇，一年会有两部片，而且还要继续拍下去。当然。好的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步入红毯的是以《男儿王》入围最佳男主角的李国煌，入围最佳造型设计的郭子胜，以及本片的导演王。